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紫，欢迎回来 Buzzsprout Robot 上的海贼王啊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要解最强的剑，也就是御田双刀。之前我已经解锁了这个电羽翼斩了，还有炎魔，也练到350，应该是可以解了。首先我们先到龟岛，这里后面有个建筑，要解的话好像要先进去接受挑战，但是啊是被封着了。现在跟 NPC 说话，在这里，那个建筑的后面。Hello， 你看见后面这建筑的入口了吗？感觉上它被诅咒了。我可以帮你打开一个入口啊，如果你想要的话。来吧，我们开始。哦，好帅的建筑，左边是天堂，然后右边是地狱。好吧，我们先开始这里的卷轴。天堂应该是天羽斩的吧？第一个挑战啊，来吧。第一个是码头的传说 ，OK， 码头传说我们要到那个卖船的人的地方去，卖奢侈船的人。好，接着选这个 Part of Me， 那我就行了。接着我们找这个海上城堡的，也是卖船的人，同一个人，他说 Part of Me。最后要到闹鬼城堡，也是找那个卖船的人，非常简单的任务。Hello， 又是我 ，Part of Me。这样子就完成了第一个挑战，非常的简单。然后获得一个新道具，这个碎片，用来解御田双刀的吧。接第二个任务 ，OK， 第二个任务是责任感啊。好，往上说一下，这个挑战好像是要打那个城堡袭击的，我刚刚才打了耶。Really, nigga? Oh my god， 都不是迟一点来，这样子的话要等一个小时半啊，才能打，非常的久。好，袭击来了。应该是要打死他的 boss 吧，我不是很确定。OK， 这个就是 boss， 打死他应该就可以解了。哦、oh, ，OK， 有了，回来了。第三个是无情吧 ，Solus。好，第三个我们要到蛋糕岛去，去打死大妈。大妈应该出现了 ，OK。啊，在。大火。哦，什么音效？哈哈，是把声音关掉了吗？之前都没这音效的，这是要上天堂的音效。十是你，哇，哦，十 ，OK， 这样子就行了吧？哦 ，What the heck？ 什么地方？天堂、欸，真的到了天堂。哇，好像要点着火炬啊。OK， 点燃火炬。我靠！吓死！天堂的骷髅头啊，被诅咒的骷髅，快把我们打死！那没有时间限制吧？哦，这还有火炬啊！看不见呢、欸，瞎了！好吧，大火就非常轻松。还有吗？应该是还有。哦，在这。我靠，这种，哇、哦，这不啥闪火石啊？哦，有个 boss 哎、欸，2200多的 boss。哇，闪火石。发生什么啊？我看一下。天使，哇、哦，天使守卫，好、哦，我跟你玩了，把他打死，哇，还没把我打下去，你害怕、欸、？OK， 死了，哇、哦，我们打开了通往天国的门，哇哦，好帅，看，好吧，进去吧，完成了。又获得一个碎片，那有三个了，应该说都完成了。哦，这卷轴烧起来了，并且还消失了，那只是完成了吧？三个挑战啊，接下来是到地狱，第一个挑战是疼痛以及受苦，来吧，接受挑战。这个好像是要承受到一定的伤害，就可以获得碎片。
是没有完成。完成了，哈哈。好吧，这挑战非常简单，要去挨打就行了。好，继续第二个挑战，痛苦的烟霾，来吧。哦，这起雾哎，这不是召唤座子才起的雾吗？好像要打有身上有泡泡的 NPC。好吧，用传送吧。要不要我一个个找吧？每个 NPC 都看一遍。OK。哦，是这个啊，紫色的，有这么多个吗？还有吗？每个都要干掉啊！不是有个精英海盗，他正好出生在这里。嗯，没有了耶。打这个鬼啊，1500的鬼。哦，醒了吧？你要打死吗？他们每个地图都要去找一下吗？欸，真的在这里。砍口阵，打这个。发生地。靠，花生地也要打，人生果实都出来了。泡泡是什么东西啊？病毒吗？还传播给别人？没了。哦 ，OK， 所以完成了，重见天日。好吧，超麻烦的，应该最麻烦的嘛。拿到了碎片了，第五个，剩下就一个了，来吧，恐惧收割。查了一下，第三个要召唤死神哎，然后被死神打死才可以完成。骨头好像不够啊，就是四个。好，450个骨头，应该是可以九抽吧。OK， 如果抽不到的话，要等2个小时啊，希望别让我等啊。好吧，万圣节精华，拜托。双倍经验，都蛮等的，给我双倍经验。万圣节 ，Oh no！ 万圣节精华 ，Nope， 完了，要四次，拜托，我不想等2个小时。哦 ，OK， 万圣节精华，只要把它放在这里，可以召唤死神。你怎么给死神打死，然后才能下地狱。OK， 又见面了，请收割我的灵魂吧。我好痛！哇 ，What the fuck？ 哇、哦，这来到地狱耶，地狱之门。非常的漂亮，今天这跟天堂一样吧，点燃三个火炬，召唤那些骨头嘛。哦，被围攻了，不自量力，去死！这个在哪里啊？哦，这边，这应该会召唤一个 boss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吸血鬼吗？恶魔。还是用暗暗果实，哇靠！好，看一下，哇，这是我，哇，黑洞，哇，觉醒暗暗果实，看，他的手还有随意正气，超帅。OK， 把他带走。哇哦，果实，热。OK， 门开了，地狱之门。给我御田双刀，拜托！获得第六个碎片，应该凑齐了吧？接着，双刀呢？先把它烧掉吧。卷轴已经被烧毁。哦，这边吗？哇！哇！
六个碎片合成一个钻石，然后镶入这里，打开一个密室。哇，还有 boss 啊！哇，哪只玉铁双刀哎、欸，哈哈，看，哪只玉铁双刀的骨头，被诅咒的双刀，打死他现在就能获得了。哦，现在身上不是霸气吗？什么情况？这还是提示我要我用霸气。是免疫拳头是吧？要用剑啊！哦，哇，有了，玉田双刀哎、欸，看，天羽斩加炎魔合在一起，就是玉田双刀，被诅咒的双刀，到375，感觉有点难练，超帅的，有骨头。哦，好爽啊！双刀流，从外面这么多骷髅头，哇、哦，他们全部复活了！哎哎哎，为什么这么多？哦，把他们打死！会重生啊？什么情况？这应该不用打了吧？浪费我时间，他还重生啊？好，算了，快离开这鬼地方。被我看一下伤害多少？2700，我超高，不愧是最强的刀。死吧！好，一剑叫做旋转破坏者，二剑是巨人杀手。听说这把刀可以砍龙。可以砍凯多，把凯多砍伤的玉田双刀学会了。看一下啊，要干嘛的？哦，东西啊，那我看多一次，又原本形态，是晋升技能吗？哇，我靠！还在你周围转呢、啊，把它打出去吗？个剑气。好帅了！嚯嚯嚯！看一下把伤害打满多少？5800？错。OK， 终于结束了终极技能，375的技能，巨人杀手。看啥？这是要干嘛？哇、哦！看了一下。哇，好帅哦！嚯嚯嚯！你冲刺过去，三体吧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是外技能。哦，嚯嚯嚯嚯！不是单体啊，他冲过去的范围里面，所有碰撞到的敌人都会有伤害嘛。冲多远啊？哇，超远啊 ！What the fuck？好吧，这把玉田双刀啊，好像可以跟这个蛇人拳组一个 combo， 不错的 combo。首先要先用这个蛇人拳的 C， 然后快速的按玉田双刀的插件 X， 接着再蛇人拳的 Z， 然后远程技能丢一丢，好像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。试一下 ，C， no， 没打到。我该买四多一次啊，先用蛇人拳 C， 然后。有点双刀的叉，神奇的丢丢 ，OK， 是打到18000，好来了，我这样子吧，虽然我按的有点慢，手有点差，差不多这种感觉 ，OK， 非常强的双刀。